Hello 大家好，我而家嘅时间系夜晚十点半。大家唔知道有冇玩 Minecraft， 同埋知唔知咩叫系 SCP-096 咧？因为呢只生物实在太出名，所以我就唔详细讲下呢只生物啦。大致上呢只生物嘅详细资料就放喺下面嘅链接度，如果大家想睇嘅话就喺下面嘅链接度睇啦。最近我发现到一个 Minecraft 都市传说，就系当你喺凌晨三点钟玩 Minecraft 嘅时候，总之马打 SCP-096 嘅话，你就会听到好奇怪嘅笑声，然之后喺洞穴下面我发现到 SCP-096。他就会立刻冲上去你前面，然后将你杀死。我所听到是非常刺激，一点都不恐怖。所以我们今天就真的实测一下。最近我很喜欢看这些 Minecraft 都市传说，然后发现了很多不同的 Minecraft 都市传说，包括这个的 Bloody Mary SCP-096 Probable Sun， 还有这个的凌晨三点玩 Minecraft。 是我没错，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凌晨三点玩 Minecraft， 然后就会有些不知道什么的很恐怖的事发生，都是自己熱配出来的。但是现在是夜晚十点半，佢哋有哋测试呢个嘅都市传说，仲有五个钟头，冇错，所以我哋三秒钟见，拜拜。各位观众，2:58啦，再两分钟。麦嘅问题，OK， 各位观众，坐立啦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我哋而家入到嚟呢个嘅 SCP-096嘅世界，我哋开始生存啦。咁我哋劈啲木先啦。哇哇哇哇哇！我要挖木头。听到可以非常之疯狂，喂、哎，大神，我哋再掘啲树木先。系咪又太高咧？算啦，我哋都系周围行下地形好啦。打阵我 webcam 又无啦啦。是不是会这样的呢？为什么我 webcam 无啦啦熄的呢？蜜蜂，蜜蜂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乜灰色唔得嘅咩？而家咁，点解有肚饿嘅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打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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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解会咁多怪嘅？整个船。
过去先啦，好唔好啊？我哋整只船过去先啦。Oh my god， 开始日落啦，我冇羊啦，我得两个羊毛啫。我唔知相机过热，等一阵相机冇热喎，佢又停咗啦噃。好啦，我又开翻啦。佢成日同我话电脑相机坏。Oh my god， 夜晚啦。睇下夜晚冻雨系咪真系有啲话恐怖嘅笑声？真，第一层有人。嘅有啊，我最中意嘅床啊。OK， 整个铺床啦。走啊！OK， 唔好咁快瞓觉住，我哋周围行下，睇下会唔会有啲咩恐怖嘅嘢吓，恐怖嘅嘢，哈哈，感觉好可怜啊！只羊羊都俾我咁样强暴，吓，我哋而家要掘曲，好多怪，等阵，我无法掘矿，我觉得我哋就喺度掘落去啦，一直掘落去，希望掘到死为止啦，希望唔会死啦吓。我哋已经掘到几廿啦，都系听唔到有关任何恐怖嘅声。算了，不要紧啦，我哋继续咁样掘上去啦，掘到几时可以 ？Oh my god！ 我哋通往到一条嘅，哇！等先，我哋竟然掘到一个嘅峡谷。等，下面有故宫，点算？点算？点算？我去下挂先。等都系发现咗任何怪声，因为根本我系发现到呢个 SCP-096 啦，咁应该系假嘅，系啊，冇错。咁最后我想睇下，如果我哋用呢个嘅，如果我哋最后我哋睇下有冇啲好奇怪嘅基地或者之类啦。等等。Oh yeah！ 我哋睇下有冇啲好奇怪嘅 SCP 基地之类。Oh my god！ 原来下面有咁大条嘅。等阵，有三怪箱喎。佢咁传送好多怪。OK， 咁大致上就係唔好打我，就係咁啦。咁呢次嘅生存系列03点呢係成功嘅，应该算係遇唔到有关任何嘅 SCP 之类嘅嘢。係啦，咁而家嘅时间係
3:34。如果你哋想玩嘅话，你哋就自己测试啦。Oh yeah! Oh yeah! Oh yeah! Good!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